哦，这是我们今天住的海贝酒店的房间，它有个浴缸在马路上。那这边的话，它应该是一个是淋浴的啦。哎，啊，这个是淋浴的。然后这边，哎，怎么一个推一个拉？这边是厕所，马桶。整个房间呢，就是这样子，大概这么大个镜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看出去的景色。我们住的是海景房，哎，这个超美哎，哇，全部都是这个海，直接看到整个大海。还有在下面玩呢，对啊，这可以看得到下面的游泳池。哦，海滩在这里啊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，它这个就是私人海滩嘛。然后过去，你看整片的，不过现在还有点刺眼哦。等那个晚一点，夕阳的时候，可以坐在这边。这晚上点灯下去，真的像一艘游艇哎，帆船啊，这是帆船酒店，反正就像一艘船一样。人半夜肚子饿，用 Grab 点的这个牛肉河粉是吧？算是体验了一把这边的外送服务啊。他们的配送费是26块，另外还有3块钱的服务费，大家可以比较看。这里是餐厅，反正就是各种用餐的时候都是在这边啊。他平常时候是早餐，之后中午跟晚上他是有就是对外营业的那种自助餐。它这边的早餐其实蛮丰富的哦，就是各种肉，然后这边是煎蛋。哦，我看它这个有一个类似蛋包饭在下面被我打折，它这个蛋的种类还蛮多的哦，你都可以选。我想要试试看它那个现在类似蛋包饭，它就有点炒蛋，然后加一点那种洋葱那类的东西吧，蔬菜，然后最后把它包起来。然后这里是各种肉肠。它有不同口味啦，什么黑胡椒味的什么的。这边的话就是一些熟食，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前面这个现煮的越南米线，它那个汤头真的非常好。昨天吃这个牛肉河粉，今天吃海鲜河粉。它海鲜你看，小罐，虾子。然后它这个河粉里面啊，它那里就是河粉汤跟海鲜就加好来，然后你其他这些配菜都是自己加的。那还有这种葱啊跟洋葱，然后还有这个叫豆芽菜，他们这里豆芽很细哦，就是跟台湾比较起来很细，而且它这豆芽菜好像是生的，所以你拿来的话，你直接吃会有一股生生的味道。那我是反正就一来我就先把它压到汤里面去泡一下，就可能稍微会好一点。还有这个辣椒，他们这里的这种生辣椒真的超级辣，希望不要多加。或者是你如果喜欢吃辣，像我是喜欢吃辣，所以我会加进去，但我就尽量不要去吃到它，就可能有看到就把它挑掉，才不会辣到受不了。啊，这个海鲜河粉的汤头呢？现在跟那个牛肉河粉应该是用同一个高汤啦，就只是差配料不同。那这种的汤头其实很好吃，非常非常好喝。那你看我这个汤红红的哦，其实是因为我还有加他们这里的一个红色的那种辣酱，它那个辣呢一点点哦，微辣，但是加下去之后，因为它那个辣酱有咸，所以加下去之后它可能比较提味一点。那也可能因为我们吃比较相对来说啦，比较重咸一点，所以加下去觉得比较好吃。这个河粉，其实越南河粉真的不错，各位也可以在台湾也可以去，就是越南小吃店啊，去点他们越南河粉试试看，可能会跟我们一般在台湾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就是酸酸辣辣这种，就是比较偏向东南亚风味的这种汤头。那另外中岛这里呢，这边就是甜点区，另外一侧呢，这里就是各种的牛奶啊、果汁饮料、麦片、面包，不同口味的起司哦。好，这是沙拉吧。
大概就是这样啦、啊。其实我们也就是吃了一碗米线啊，搭配一些肉，就是肉肠啊、火腿之类的，就差不多了。哦，是这样的哦，就是只要入住这个海贝酒店的话呢，它都可以有到有每天有赠送30分钟的脚底按摩。哦，不过你们可能在可能订房网站上面呢预订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一下，因为订房网站它那拉下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购买的途径啊，那每一个途径的价格可能都不太一样，那你可能仔细点开来看它的套餐内容呢，有没有赠送这个脚底按摩。因为我其实，在 Agoda 上面看到是有些是有的，那它有些是没有的啊。我是直接在官网上面下订的。那官网的价格的话，我这一段时间来啦，一天是300万粤币一个晚上。那这个费用是包含脚底按摩的。那各位也可以参考看看，看哪边的价格比较便宜，那也有包含脚底按摩。那它这边脚底按摩是这样，你只要入住的话呢，它就会给你按摩的券。那你凭这个券呢，就可以到我们 B1 这边它的 SPA 馆，那去做脚底按摩。不过你要提前做预定啊，你可以先从房间打内线下去预定你想要的时间。嗯，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是礼拜天，那时候其实我大概3-4点的时候吧，打电话过去，他就说只剩下5点半，就那一天整天就只剩下那个时间。所以如果说你来的时间是比较热门的话呢，你可能要提早去做预定的动作。那后面2天的话，我当然我随时打电话下去，它都大概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预定完成哦。那它的按摩流程是这样，就是说一到那边呢，它其实跟台湾不太一样，台湾是坐着按的，那它这里的话呢是躺着按的，直接就是一个床躺在那边，那也没有先洗脚。所以说如果你是去外面跑行程玩了一整天，尤其有、哦、可能去北部的，不管是大世界啊、动物园那种，可能走路比较多的地方，回来呢，我是建议啦，先回房间洗个脚再下去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那他一到那边躺下来之后，就是开始直接帮你干按，就是先按脚，那脚按一按，干按完之后呢，才会上精油，上精油之后会再按一次。那上完精油之后，他还有用一个牛角啊，牛角会去压你的脚底的穴道，那这个其实还蛮舒服的。那他按也不是随便按哦，其实虽然说他是用送的，但是也不马虎，我觉得那个按起来是有一定的水准哦。那按完脚之后呢，他会让你坐起来，那开始帮你捏肩颈还有背，就是稍微捶一下，那这个流程也大概就结束了。我们来到他这个饭店的无边际游泳池哦。它呢，这个酒店呢，它因为它比较，它是在市中心呐、啊，所以市中心的话，它腹地没有那么大，不像一些度假村这样子。度假村可能有很多的绿地，那它可以做比较大空间的一个规划、哦。那甚至有些度假村有好几个游泳池，那还有一些是有三温暖的。但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第一次来富国岛，所以想说呢，想要把景点多跑一点哦，所以就是住在市中心这边。那如果下次来的话呢，会考虑想说就是住度假村，因为度假村的话基本上可能进去就是1-2天就是不出门，就是玩度假村的设施。但是因为我们想要跑景点的关系哦，就住这个市中心，市中心的话去哪里都方便哦。它这里有各种水上活动哦，像这种独木船啊，反正就是各种价位在这边，还有帆船。这什么啊，这是萤火是吗？哦，对，他帮你生萤火啊，怎么那么贵啊？200万。哦，这也有拖曳伞，然后水上摩托车，什么香蕉船。哎，他这里有一些很多水上活动哎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饭店的沙滩，你看到？啊，主要是腹地很小啦，所以这沙滩也短短的，但是也够玩的。而且我们在楼上看的时候，很多人可以游出去，游到很外面哦。它这应该可能蛮浅的。哦，太阳终于出来了哦，有比较舒服一点。不然刚刚其实阴天有点冷。这沙滩因为现在是早上啦，早上的沙滩包含刚刚泳池的都没什么人，下午的话呢人会比较多。如果说下次有机会来富国岛的话，因为已经体验过这个酒店了嘛，所以也会想说，哎，那可以去往度假村的部分去体验看看。
因为主要是第一次来啦，所以想多跑一些景点，就没有去住到度假村。因为度假村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在里面可能就耗个一天两天，也就不出门了。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富国岛的话呢，那我真的蛮推荐这一间哦。